眼睛被打了，视物模糊呢，这个造成它的这个原因，可能有很多种，有可能呢就是一个角膜组织的这个挫伤，或者是前房的积血，或者是这个晶体的这个脱位，或者是这个视网膜的这个震荡，还有挫伤等等。那么这个呢，是如果是您的眼睛被打了、受了伤了，那么建议您一定要到就是眼科来做一个详细的检查。那么要查视力、查眼压，包括您的这个矫正的视力。那么如果还有一些眼底的检查，这个是需要医生根据您的这个损伤的不同部位来给您进行一些详细的指导和诊断的。